我的下巴难道是过的吗？上一条视频呢，我说我有注射了肉毒之后呢，导致眼袋的出现。当然了，我两条视频都是纯素颜现在拍摄。那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你的下巴感觉更假，你跟你这个下颚线很像那个什么断层了一样。我想说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下巴是真的。那为什么会感觉就是有点像脱层呢？因为可能第一呢，是我的下巴它本身比较尖。你们不是第一个人说的，在我二岁的时候，就有很多人以为下巴是做的，但它真的是真的。那有可能呢，是我小的时候注射过肉毒，就是瘦脸针，打的太多了，可能现在就有出现这种，你看这种纹路。但一共也就打过两次而已吧。我没说所有的医美不好，但我说的是很多年轻的小姑娘没有必要去做，对不对？那可能真的到了45岁的时候，你需要去解决一些皱纹呐、什么的问题，你可以去解决。但其实我们就是要推崇的就是自然生长、自然老去。还有就是我的脸上就是打过除皱针，就是肉毒、瘦脸针。那是因为以前小时候要上镜，让它瘦一点。但那时候我脸已经非常小了。但是你的巴掌脸上镜之后还是会显得很大。那现在呢，我已经是随意了，而且我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脸越来越方，越来越宽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还有小时候别人会觉得嘴巴特别小才好看，我现在也不会觉得。所以我现在发现我的笑起来能露出8颗整齐的牙齿是我的优势，这是我的美貌。 Nice